老规矩，人头是我，字是我。你的意思是，苏文谦从磁铁城的手中抽到了4000。 是的，那后来呢？给什么的？求大钟的。打开检查。 这是什么东西？啊，进去吧。
广场入口到饭店门口，武藤的车大约要开20秒。鬼子肯定会在沿线加强警戒掩护，当汽车临近拐弯的时候，肯定会减速。也就是说，在10秒到15秒之间的5秒钟，是铁城开第一枪的最佳时机。子弹打中车窗以后，司机肯定会受到惊吓，武藤也会下意识的躲。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在防弹汽车上面遇过刺，我也不例外。劫后余生，当他发现子弹镶嵌在防弹玻璃上面，出于好奇心，他肯定会看过去。这个时候是阿谦开第二枪的最佳时机。
那苏文谦是怎么想到办法脱身的？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够脱身。从他进钟楼的那一刻起，他就下定了同归于尽的决心。所以说，是苏文谦和池铁城的师傅马光阴牺牲了自己，救了苏文谦，是这样。可是你之前不是说，这次刺杀以后，池铁城和苏文谦就断绝了关系吗？这又是为什么？他事后才知道，那次抽签是池铁城做了手脚。你一号，我二号，就这么定了。照你的意思，池铁城早就预谋好了，让苏文谦做二号。苏文谦在死里逃生之后，才发现了这件事情的真相，所以恨透了池铁城，也因此和他断绝了来往。照你这么说，池铁城就从来没有把苏文谦当成过自己的搭档。是的。真的是这样吗？当然。邱老师，你刚才讲的故事非常精彩，我很感动。但是，我恰巧知道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跟你的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关于池铁城的部分，在银元上做手脚的不是池铁城，而是苏文谦。苏文谦主动牺牲自己，选择做了二号，而池铁城也违背了水母组，
任务完成立即撤离，如遇危险互相不得救援的两大原则。他们不但没有像你说的那样断绝关系，反而互相为对方豁出了性命。秦老师，这个才是真相。你当时又不在场，你怎么可能会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我是没有参与，可是有一位参与者知道。谁？杨志良。你是说杨志亮他是共产党？这个我本应该向你保密，但是现在为了破案，我可以向你公开。杨志亮确实是我党同志，并且是我地下工作时期的上线。但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弄明白，杨秘书他之前一直没有同意参与配合刺杀行动，但后来他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那是因为我党的工作原则之一就是不搞暗杀一类的恐怖袭击。暗杀不但达不到目标，反而会引起社会反感和影响斗争方向。当然了，如果有其他正义的同胞有任何抗日锄奸的爱国行为，我们也不反对。只是涉及配合和参与，我们需要上报和审核。所以，配合水母组的刺杀行动，杨志亮同志需要得到组织的批准。怪不得你刚刚说，帮不帮，不是他个人能够决定的。秦老师，既然你承认了杨之亮是当年事件的参与者，那你也应该承认，你刚才在讲述往事的时候其实撒了谎。你又不是杨志亮，你怎么知道我在撒谎？其实你对当年事情的真相了解的并不多，对吗？
你刚刚一直在引我还原当年事件的真相，但其实你并不知道，我父亲他是刺杀白松奇和武藤雄一的唯一突破口。你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是如何执行的刺杀行动，包括后来杨秘书的配合。金老师，你很聪明，我承认限于工作纪律，杨之亮同志不会把工作内容透露给他上级以外的任何人，尤其是关于你父亲的消息。但是你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杨之亮和苏文谦、池铁城三个人的私人关系并不属于工作保密的范畴之内。而且你很清楚，我刚才说的苏文谦和池铁城抽生死签的细节并不是我个人编造的，所以你现在还要告诉我苏文谦和池铁城早就断绝了关系吗？卖气球喽！喂，喂，我是老乔，新情况，杭州小吃摊今天没出啊？你说什么？这个山能要坏事，现在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继续等，但愿秦和你不知道还会出现。是。秦老师，其实你不仅在苏文谦和池铁城的关系上撒了谎，你还隐瞒了自己当年参加行动的真正原因。你什么意思？按照你的说法，你是因为担心父亲的安危才决定配合行动。可是秦老师，我也是女人，我也有过17岁，我太明白一个从小被保护得极好的女孩子孤身闯入虎穴是要多么大的勇气。而你的勇气就真的只是为人子女的自觉吗？那你们后来断绝父女关系，离家出走，直至今日，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你解释不了吧？真正支持你的力量除了亲情，更重要的是爱情。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我就说得更明白一些。池铁城不仅仅是什么普通朋友，他是你的爱人，小雪的父亲。欧阳同志，你们办事向来只讲究证据，像你现在这样无凭无据的乱说，恕不奉。小雪6月7号刚过完9岁生日，这么算起来你应该是在1939年9月怀上的他吧。那个时候你正好认识了苏文谦和池铁城。我相信以苏文谦的个性，他不会利用任何人的情感，更不会把一个17岁的少女推入危险的边缘。能够设计一场英雄救美的局，并且让少女爱上自己，再让她不计生命的为自己完成任务的人，只有可能是池铁城。胡说。松江有几百万人口，为什么偏偏在你父亲成为刺杀唯一突破口的时候，池铁城又那么巧的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了你，并且救了你，而又那么巧的发现这个被救的姑娘正好能够帮助他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可能吗？你觉得这可能吗？一个17岁的爱过女中学生，
在危难之际被英雄救美，而对方又恰巧是抗日锄奸的英雄，在那个情窦初开的年华里，你对英雄的崇拜转化为爱情，这非常顺理成章。我知道你觉得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也非常清楚，如果把你从池里城的英雄幻梦中叫醒是很残忍的，但是你不能永远封闭在自我麻醉的小世界里啊，秦老师，你必须该清醒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想听了，我真的不想再听了。秦老师，你深爱池里城，你一直在等他回来，所以你不愿意承认你们的相识相爱都只是他为了完成任务而布置的局，他从一开始给你的爱都是假的，都是假的呀。不，他是爱我的。想刻正脸还是侧脸啊？刻侧脸吧。有枪啊！其实我知道你不断的编造谎言，无非就是想让我相信苏文谦早在十年前就和池铁城绝交了，所以他不可能和池铁城联手杀害殷千素，对吗？你想帮苏文谦洗脱嫌疑，其实我也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苏文谦会是杀人帮凶，不然我也不会答应他支开我的同志把你单独带到咖啡厅来。这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文谦他为什么在殷世兴去世之后就消失了？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池铁城还有新的资产，接下来我们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悲剧，而苏文谦正在用决斗的方式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同时也给我们争取更多的查案时间。秦老师，我单独带你出来既是为了完成苏文谦的嘱托，更是因为你现在是帮助我们阻止悲剧发生的唯一线索。我能做什么？殷千素被杀之前，苏文谦请假回家了一趟，见了你。在这回来之后，他的情绪发生异常变化，而你声称丢失的怀表又恰巧出现在那辆大巴上。苏文谦害怕决斗失败而找我托孤，再三强调对你们严密保密，这是为什么？苏文谦和你们在松江没有其他的仇人，那他只有可能是在忌惮池铁城。秦老师，你告诉我，你和池铁城之间是不是还有联系？又或者说，在这段时间里面，你见过他们？我知道你不相信池铁城是坏人，但是殷千素先生死在水母组的枪口下，这个你是知道的。苏文谦他现在一个人在和池铁城决斗，是活是死我们都不知道，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犹豫吗？
他们不会知道的。现在几点？还有七分钟，四点。四点，文倩她一定会打电话来的。好，那我们去电话旁边等着。来，气球们，气球。卖气球嘞！还有五分钟，你真要等到最后一秒才甘心吗？他会打过来的。行动取消。文强，事发信号通知释放。有什么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浪费的每一分钟，都是苏云姐用生命换来的。你到现在还保护池天平，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苏文倩吗？我确实见过池廷琛，我知道他怎么。你来干嘛？我怕师父出事。我们两个人的事情，需要你来捣乱吗？文倩，不是我让他来的，我这个人最懂规矩，
你是知道的。我知道，不然他也不会钻你的圈套。知道就好。行动怎么样？我安排了北伐作代组长，行动应该没有问题。应该没问题。应该。水母组的字典里有应该这两个字吗？红色气球，不可能，现在怎么会出现问题？你还是安排了刺杀任务，对不对？你明明答应过我，在决斗结束之前，你不会安排任何刺杀任务。我和你决斗，是我们两个人的私事。你觉得我赤田城会因为私事而放弃任务？可能吗？混蛋！别动！老板，买个气球。啊，稍等，来个绿色的吧。哎，老板，你气球飞了。关你什么事儿啊？被他搅黄了，生什么气呀？师傅，目标出现，我们还有希望。赤田城，你到底要杀谁？着急了？上火了？我就不告诉你，管得着吗？站住！去哪儿？还没比完呢。那你再给我一个呗，我再给你一个，来个啊，再给你一个，干嘛呀你？你就是不是了？你再给我一个呗，神经病。为什么不动手？我眼前全是孩子，我哪知道哪个是师傅不让伤害哪个？那现在怎么办？你先找地方避一下吧。
先前怎么都让我把孩子留到四天以后，现在学校门口一堆人，让我端着枪出去把秦鹤年杀了吗？那就等学生走完以后再杀。你是校长，必须想办法留住孩子和秦鹤年。我能有什么办法？狗屁水母洞！小雪。哎，我们走啊，书包给我。走。平姐同学，平姐同学。左手雕刻着宝剑，战斗对右手道别昨天，子弹在耳畔诉说从前，你我转身已沧海桑田，敢草汹涌的平淡，愧疚将白发渐渐晕染，子弹将你我分隔两端，相识不语，一生万语千言，答案背后的答案，试探被试探阶级斡旋，放下再拿起笔一支烟，结局总会峰回路转，等它照亮无尽的黑暗，呼唤声埋在我心中。